你也常常问他在家里有没有乖，他有没有怎么样什么？他说他很常听到你的声音，跟很常听到说你在问他的问题，这样他觉得你是个好爸爸。他说他觉得你是个好爸爸，哭了，这样讲。短短来这边开心吗？嗯，很开心。我们就是开心。那他觉得我漂亮吗？我问他一下，你觉得姐姐漂亮吗？他说你是这里面很漂亮的。哦，真的，谢谢你啦，短短。哦，没白疼你呢。他最近也会跟你撒娇吗？有话，最近他说冲过来，他说我最近跟你蛮好的哦，我最近有跟你撒娇哦，你有满意吗？有。我化妆的时候我在旁边蹭来蹭去。嗯，他知道抱哪个大腿。真的，就是他蛮聪明的。因为短短就是我平常工作，所以短短其实是给爸爸顾。对。然后他其实没有跟我住在一起，所以他是不是？就其实，在他心里，就我想知道，是他的心里是不是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尽责的爸爸？就是他跟阿公住，他是阿公带大的。你会不会觉得？我刚有问他，他觉得你其实非常关心他，你也非常爱他。你可能他在给你爸爸照顾的时候，你也常常问他在家里有没有乖，他有没有怎么样什么？他说他很常听到你的声音，跟很常听到说你在问他的问题，这样他觉得你是个好爸爸。他说他觉得你是个好爸爸，哭了，这样讲，没在顾他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来来来，对，连他都拿不出来，来，他刚把他车拉出去，对，哎，跟上了，嗯，他蛮有个性的，可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就是。有时候一阵子你又没有办法在他身边，是这样子，因为他就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在一起这么长一阵子，就再接两天，他有希望说自己陪你的时间可以再长一阵子，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曾经就晚上跟他一个人，然后他那天就是很异常的黏我，这样。然后他以前小时候不会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等我，我再赚多一点钱，我会买一个房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。”嗯，我收到的讯息，他说：“其实爸爸有跟我解释过，他能理解说你在工作，你的时间可能比较忙这样子。嗯”然后，但是他又说你要实现你的承诺，就是以后如果你有赚到钱，或者是说你有就是有比较有时间，你一定要带我去很多地方玩，因为他说你有答应他说你会带他去非常多的地方玩。嗯，下雨了，不然我们往里面走好了，来，东西我们收拾就可以了，往里面走。所以室内也能够拍摄吗？还是一定要在外面比较好？室内可以抓拍。比较难，我在想那个摄影的事情，因为现在外面有点下雨，或者是真的很想在外面拍，他们就赶快拍，因为是毛毛雨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可以那个安排分组出去拍照，然后看你们可以自己选地方。我好像摸到生殖器了，不好意思，这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是拍，现在是拍什么？拍你本人，拍我本人，所以拍 GQ， 那你还要问姐夫，姐夫好不好拍 GQ？ 你可以叫姐夫叫你摆 pose， model pose。要，好帅好帅。好，那我们从那边。好，那我们需要多少人帮忙陪他们 ？OK。继续请老师沟通。是你的毛小孩吗？对，老师看小照片就可以了。狗狗。我也想问。我基本上排队。我还没有过世的也可以。离世的也可以，但是我通常会建议就是在几年，三年以内，因为离世太久，我们就不建议太去打扰。